magic is king. I think you're one of the best we've ever had.这个流程呢，其实是我在16年的时候想到的，只是当时只是在玩，只是想拍视频玩。但花了好几个月之后呢，我终于创出了一个是可以实现场实战的一个版本啊，现在就是这个版本。这个呢，我其实上了亚洲达人秀，也上了美国达人秀，都有在那个裁判的面前直接演这个，所以是没问题的。希望大家喜欢。